我们继续来看是嘉义县长候选人洪定金伫咧十一号是来发表伊的农业政策白皮书，提出真侪项的加码补助，以得以落实照顾嘉义农民的政见。是我们继续的请观众朋友做伙来深入了解。农家子弟出身的洪定金表示，在现行休耕奖励每公顷发放45,000元制度下，为鼓励活化农地转做十年，隔壁东属农业县分的分林官，另外加码核发20,000元，成为每一公顷65,000元。反观传统农业县的嘉义县，农民人口数占大多数，却无任何的加码。嘉义县的农民身份地位无比人较小，应该获得合理公平的对待，因此主张加码补助10,000元，对农民不无小补。也就是鼓励配合办理休耕转作十年的农民，发放每公顷55,000元，以落实照顾嘉义县的农民。一个全县性的政策，就是第一，我希望嘉义县，因为咱即摆咧推动休耕田合法，所以有关嘉义县的休耕田，咱希望会当好好运用。重点希望将来休耕田、休耕田，咱也是来种十年，就是种翻倍。我希望将来重点当选了后，会当一家当都补助因10,000元，哦，给咱在这个休耕田在种番麦的人，这个意义就是讲，给咱将来不只是干呐夯夯的砍树唔免钱尔，咱也希望讲将来包括割的工钱，甲咱相关的费用，拢给政府来出，来彻底来照顾咱的农民，因为大家拢知影啊，这个肥料即卖会使讲是国际市价愈来愈悬，对农民嘛相对有一个真大的负担，但是过去记得推动咱肥料有补助，就是一包肥料咱补助100元。将来重点希望就是讲，只要地方政府还是地方农会，伊若补助偌济，嘉义县政府相对往那补助偌济吼，就是相对定落去补助。第三点就是讲，就是各地方的特色农作物，咱会当比较其他县市安尼，就是一家当加补助2,000元，等于补助24,000元。另外针对肥料，洪定金也主张相对定的肥料补助。凡乡镇公所或者农会提供农民购买肥料补助者，县府比较给予相对应的补助。而洪定金进一步强调，未来将推动产销履历普及化，进行农业品牌打造与行销规划，透过举办大型农业座谈会与农业博览会，成立大型农产品物流中心。另外，结合民间合作社协助农民产销，透过市集社区营造产业化，建立全县全海屯农村市集自产自销，成功打造在地农产品连结度。新闻中央新闻播出时采访报道。